这辈子从来没想过，有生之年竟然能够当鲜肉篮球队经理。漂亮吗？超漂亮。那你想说我们谁？18 18 OK 跟你回家除了本人超火辣代操竟然还被告白，从你进来的第一天就金子，我下班了吗？我是金桃。在学生时代的时候，有两个角色让我真的是非常的羡慕嫉妒恨，班花球队经理。这两个角色身边总是会围绕着非常非常多的男性。我们的玉女当过球经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卑微的爱上了系上篮球队的学长，所以就是加入了系篮的篮球队，说我要当你们的球队经理。你本身条件也不差，所以马上就录制好，那我就要认真当，然后让那个学长注意到我，所以呢，我就当了大概1小时吧，就退出了。活到老学到老，今天金童要来当一日球精 ，YYY， 因为受到 Nanuco 的邀请。Nanuco 是由牛老师亲自研发的肌肤保养品牌 ，Nanuco 找来了南山高中篮球队，完成我当球队经理的愿望。我是今天的一日球精金瓶梅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一日球精金瓶梅。我的衣服标都没剪，我想要让各位看到我的价值。打他！因为我自己没有当过球精，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有没有任何学长可以给瓶梅一点指导？很好，瓶几号？9号、7号，那各位练球了，学长，所以我们是要做什么事情啊？就开公务。公务？去拿医疗箱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。首先应该是这个东西。学长为什么会黏黏的、啊？是要擦什么用的？就是脚被撞到啊。你说像什么？热热的哦，热热的哦，会热热，会硬的，会硬的。你们球员是需要卫生棉条是不是？流鼻血用。那待会借我一两根好不好？因为我需要。今天来了。我个太，我跟你讲，我本人已经30岁了，所以我可能会需要8支，我需要8支。8支有点粗，但你们30岁，你们知道。哦，你们平常很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！你们要玩就是那个要玩要玩，误会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层。谢谢哦，你们好贴心，我真的会。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没有。我问有没有交女朋友的证照？对啊，没打。怎么会晕倒？是耳温计。不是因为就是你们要烫一下那个情况。南山的朋友们，有没有看过韩系美女？Whatever。好了。啊！需要帮忙？需要帮忙？需要帮忙？要帮忙！好重啊！学长，我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么懦弱。把你撑着，把你撑着。好重啊！我觉得打死了。这边吗？这边。哪边？篮筐上吗？篮筐上吗？我觉得打是没事啊，也没有被人。我当然不用，谁要悔改啊？好小，他刚一直站在场边对我微笑，跟你说，你不可以爱上我，我只在那边待一天而已。你不是要拿东西？我东西还没拿完呢，拿一个小时啊。没事啦，你们喂，哎，你们不要那么期待好不好？漂亮吗？超漂亮。那样算不算？18 OK， 跟你回家。这个更重哦。他说：“嗨，小事啊。”我这样多打你。OK。你拿看看。哦。早上就这样。对，走。当球精也太轻松了吧！练球前要帮我拖地。帮你们拖地。你们知道 Ariana Grande 吗？他这风吹起来。风吹起来。这不是羊毛吗？哎，也太大了吧！你没有认真哎。学长，我一直歪掉。学长，我歪掉了。学长。
平常要不要代操？学长们来做操了。Ski？ 原来是说他是日本人吗？是你吗？是吗？名字？你看名字，你看名字。看看。那你是真的是日本人，真的真的，他是而已，他是而已。十五不要乱讲话。好，来，再来做操。学妹哦，来，我们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二、三、四，严肃，你们要做啥？但是我们就是要就啪就啪，做不做得到？啪啪啪啪。这招你们在很多韩国 MV 里面都会看到。练球喽，大家练球喽！好，我要去拿球。好嘞，他们的球在那。OK。哇！就这样，好帅啊！学长可以帮我拿球球吗？太夸张了吧！其他球员都拿不到我的 line， 但我可以给你。我觉得今天虽然第一天，但是我做的非常好。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差强人意了。差强人意，你怎么搞错啊你？我觉得你好可爱，从你进来的第一天就有点喜欢你。学妹，我觉得你好正，我好喜欢你。好懂你，先拜。学妹，你不要吵了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都没有满十八哎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只要一答应你们。警察车马上就会到你们南山的校门口把我抓走。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喜欢你，有什么可以？你们哪有一点配得上他的？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你，他的心只属于我。好吧，学妹愿意等你们，好吗？来，这里有一罐 Naruko 的粉刺宝，请你们大家好好的使用它，好好的保养自己。十八岁的时候，学妹最后一个能交往，好吗？好。Naruko 粉刺宝。独特的水本双质地，摇晃均匀即可启动，控油净痘双效，吸油净痘有效保湿，预防痘痘、粉刺生成。青春期必备，有吗？让粉刺宝成为你痘肌经理吧！我帮你们装水，喝掉。我帮你们装水，干嘛干嘛？谢谢谢谢。啊，怎么那么有礼貌？哎呀，你太多哎，妈的！学妹先去装水哦。OK， 再见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已经彻底的爱上我了。你不想太多。我是张韶涵呢。他们更连张韶涵都不知道是谁。对啊，他们不知道张韶涵是谁。当球丁的是很幸福哎，谢谢拿路口。八号，哎，是不是你的？是。六号，是不是你的？十三号，是不是你的？六号，是不是六号？六号刚讲过了。六号刚讲过。张杰成。我爱你，董希浩，严世杰，呜呜，金冠白，呜呜呜呜呜，帅好帅好帅哟！太丑了，太丑，不行，球都要瓦解了，哇，好吗？差不多，要一起进来练吗？我们要球精没有在一起的吧？你们跟我开玩笑。来了来了，我助攻给你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三两二，三两二，一，二，一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这样子都上来。好的，接球，好，来接球，接球。
接球。哇呜！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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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Catch it！ 我跟你讲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呢要来做我们的友谊赛。我们目前呢有两队要进行对抗，一队是金瓶梅队，另外一队是纳鲁克队。现在让我们来观赏这场世纪大对决。觉得这个上篮觉得不错，不错，对不对？多少进去几分？我知道，不好意思，哪边？好啊，帮你操作。好啊，好啊。加个十分好，蛮帅，他帅。哎，帅，他到底给了？没有，他是未满十八岁。那我们先不要投，对，先不要。啊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我没有。你没有没有？那你喜欢什么类型？喜欢这些。又是告白了，又是他们告白。哎，没有人当球星当那么成功的吧？我刚刚教你，趁机的确刚刚是你自己在偷摸我的手。不管有多少位球员向我表白，很快的，随着球队练习时间的结束，我的球队经理生涯也要结束了。今天终于要结束了，真的是跟大家有点依依不舍，因为他们十二个 boys 都好可爱，他们就是台版 BTS 啊。我想结束之余，想跟他们做一个合照的动作。学长，回家以前我可以跟你们合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执行大合照以前，由于大家都已经汗流浃背，先洗把脸，赶紧清爽地合照吧。茶树快闪洗卸两用慕斯，绵密泡沫轻松带走毛孔污垢，一瓶搞定洗脸卸妆两步骤。I'm so proud， 去除油光，同时能保水，清洁完毕。别忘记使用茶树神奇痘痘黑面膜，收敛毛孔，改善出油。给我一片。哇，快又准哎！笑死！天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！不是这样，正值青春期的球员们啊，就以这款面膜作为你们青春痘肌的抗痘精力吧。Hi everyone, I'm so proud of myself. 我现在使用的是 Naruko， Naruko 茶树净痘负面甲酚类，预防痘痘粉刺的产生。这一款洁肤凝，它可以当作清洁面膜使用，在脸上敷五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把它洗掉。我们这一周一次就是例行公事了。若平常你就要用清洁的话，早晚呢就各使用一次，我们就是呢当作洗面乳使用就可以了。我要跟油光道别喽。我发现我的油光不见了，而且凉凉的，就觉得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可以看到小鲜肉们。会觉得真的从小到大最想要做的事情，第一个是当明星，第二个是被包养，第三个就是当球精。你知道二月多他们要比赛吗 ？HBO 高中篮球联赛男女八强，2月13号将会于板桥区新庄体育馆开打，有兴趣的金子们也别忘记关注哦。最后要感谢本集影片的金主纳鲁可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